这家希尔顿花园酒店的这个床头这边可以一键调节整个房间亮度的这个设置，还是很方便智能的。但是只有一个垃圾桶放在房间最远的位置有点不方便。另外的话呢，这个门挡现在新型的这个设置也是比较的美观。花西子这个中国风的眼影盘很实用，而且上面这个雕刻很精美。这个卡吉卡吉的眉笔真是又便宜又好用，而且它如果你不卸的话，它其实不会掉色。这个 out of office 的水泥灰的阴影我觉得特别好用，它其实有一套的，还有高光，那时候高光有点鸡肋。用来美瞳的那个小棍子不见了，只好用这个牙膏替代一下。第一天的时候出门太早了，没来得及吃希尔顿的早餐，今天来品尝一下。那边是一些牛奶、豆浆还有果汁。热菜的区域有点乏善可陈，就只有一些青草蔬菜，然后这边有绿豆粥跟白粥，现做的面档感觉都没有什么料，这边都只是一些简单的调料，没有面，没有什么比如说海鲜啊鲜的肉类，然后有现煎的蛋，然后旁边是有一些点心吧，那里面有什么，这个应该是花卷之类的，然后这个是烧麦，还有这种像核桃包，然后这边是一些面包还有蛋糕甜点、水煮蛋，还有红薯、玉米，还有炒面，还有这个糖油粑粑。臭豆腐竟然没了，原来他们早餐就吃臭豆腐。面包的种类不是很多，有牛角包、菠萝包，还有甜甜圈，还有这种吐司。水果的种类也不是很多。拿了杯咖啡，然后没有太多想吃的，随便拿了一点。这个凉拌的鱼皮倒是还可以， Q 弹爽脆。来试一下我最喜欢的牛角包，它这个牛角包的外皮不酥，但是里面有惊喜，它里面是有包流沙的。我之前在福州三迪希尔顿的时候，他早餐时间都有提供那种流心牛角包，我觉得那个很不错，因为那个外皮也是酥脆的，它这个就稍微欠一点，外皮不会酥。这个烧麦里面是包糯米的，也还可以。我个人是更喜欢广式那种里面是包肉的烧麦，但是这个也还行吧，我觉得。这个豆浆还可以，应该是现磨的，不是那种冲泡的那种豆浆。这鸡颈肉没有人了呢。我吃完早餐的时候喜欢来一杯咖啡，有利于排毒。这个草莓大福实在太难吃了，它外面包的是那种椰蓉，但是它里外皮的话不会粉糯，就有点面面的感觉。再来试一下这个牛柳意面，里面没有多少牛柳了。这个抹茶蛋糕还可以，里面还有包红豆，这个 size 也是刚刚好。黑椒牛柳意面的黑椒味还是挺浓的，但是有点缺点，就是稍微再多一点酱汁会比较好。今天上午的行程安排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然后从地铁站出来大概还要走5分钟左右可以到，因为这个博物馆非常火爆，所以要提前一周在公众号上预约的。工作日的话人也很多，还有这种像学校过来参观的。这边10点、11点的时候会有专业的这种讲解员，记得要租这个耳机，我因为时间太赶了就没来得及租，然后效果会不太好，因为人太多。这个博物馆本身也是极具观赏性的，它是日本的建筑大师伊索扎基阿拉达基奇新设计的，它的攻略是应该从3层开始看会比较顺一点。跟你的好。
最外面的光泽带来，它也会呈现这么一个场景。那这种鼓称之为叫做井鼓，很像我们写的水井的井字一样，四周是空的放陪葬品，中间是放开了几层套棺，一层套一层的放在这里面的。而这个呢，那个四周的陪葬品中间，我们看看有些什么样的东西。你看呢，有琳琅满目的2000多年前非常珍贵的漆器，还有陪葬的这个地下的佣人的偶人，以及包括上面还有丝绸的这些帛书和图画。其中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2000多年来呀，长沙这地方呢，好像都没有改变它城市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天上面有一个全世界最早的烤串的场景，咱们吃夜宵的场景，你看这个什么？你看这个漆盘之影，这个整个托盘里面放了5个漆盘，漆盘之中放了肉的食物和竹签上面串着一串串的肉放在里面。那呢，我们本身呢，我们去推测什么呢？新贵夫人他们这种级别，当年本身过着非常好的生活，他生前就解剖他去解剖他的遗体以后发现，他体内有很多的这种基础病，都是吃出来的问题，包括动脉硬化、冠心病，还有包括呢胆绞痛啊，以及包括呢还有很多很多病，都是当年称之为叫富贵病，吃的太好了。那你看那个他生前应该是很喜欢这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他死了以后，他的仆人随从会把他的生前喜爱的东西给他放在里面进行陪葬，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你看，就出现了2000多年前的烤串的这些东西放在里面。所以的话呢，这个场景放在漆盘之中的，我们等会在后面还可以看到那个漆盘跟这个东西啊，和当时的展览。那我们再往这里走。是大大的暴露呢，就出现了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机器的出现。因为为什么呢？一号墓出土了一具2000多年的肉身不腐的女尸，一下子给震惊了全世界。当时一号墓采取的是什么呢？采取的是人海战术，建设废卡给挖出来的。而二号墓博物院就特批把全国当年给下放农村的这些考古专家，全部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全部留在长沙去干一毛纺厂，所以的话呢，这些考古专家的出现，包括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一些现代化的工具给来人来到这儿，所以话二号墓和三号墓的挖掘就轻松了很多。但是呢，二号墓可惜的是已经被盗墓贼无数次光顾，各朝各代都有盗墓贼的留下的痕迹，包括呢当年有唐朝盗墓贼那个在盗洞之中留下了他吃饭喝水的碗都给留在之中。最后呢，在全国考古界里面出现为数不多的是什么呢？盗墓贼的东西都成了后来的国家二级保护文物，因为是唐朝的盗墓贼在当时盗墓的时候留下了他吃饭喝水的碗以及当时的那个油灯，最后呢那个碗啊就成了后来的我们那个湖南省博物馆的一个国家二级保护文物。那还有呢，在近代的盗洞之中又出现了，在另外盗洞之中啊，出现了1948年当时上海所生产的一种胶鞋，就类似于我们回忆鞋的那种鞋给丢到那里面了，也成了就是我们说也成了这样一个历史的见证。所以话呢，二号墓发生的墓坍塌被盗墓贼无耻光顾，最后只找到200多件的文物在泥土之中给晒出来，但是呢，慢慢晒的时候找到上面印章，这上面印章解决了身份的问题，一个是两个国家做的很像，一个叫戴侯之印，一个叫立仓，只有3枚印章是像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立仓，他的官职是长沙伯丞相，他的爵位是叫戴侯。戴这个地方是我们今天河南省的光山和罗站这个地方，当年也称为戴，所以话呢，这是他的一个真实的身份。佛画，佛书中间有涵盖的天文、地理、历史、医学、养生，当年完整的思想的书籍的出现。你想，中国的纸张大规模的出现都只是在东汉蔡伦那个时期才出现，而他们是西汉初期比他还早了接近400年的时间能够出现。那个当年呢，我们说更多的人都不识字，只有少部分人识字的话，成写在木片和竹片上，而他们家更有神秘的宝贝写在丝绸之上，只有涵盖了当年完整的这些思想的书籍。包括我们很多人想，今天的很多书籍啊，即便原始的版本书籍相对比，发现呢有很多的一个文字的区别，包括思想的区别。包括我们《道德经》就出现过，今天有叫传世版本和当年的帛书版本。那里面这棺材，里面的几层棺材一打开以后，只有一个1.85米的骨架的一个身高的一个男子，并且通过骨骼去鉴定所发现，这个主人啊应该是他们一号墓和二号墓的儿子，并且他死的时候只有大概30岁左右，他应该是在当时30岁左右，他是个带兵打的将军，里面有很多兵器和军事指挥地图，那呢应该是个带兵打的将军，最后呢为国捐躯了，最后战死沙场，最后回来匆忙下葬的。他死的时候大概都只有30岁左右，那所以话这是他当时的一个，但是他出去呢有这些表示他们年代的这些东西。
这个竹筐呢，当年有一本书叫《西恒部分》，里面记载过，当年出土的时候，竹筐包括里面的很多的这些竹席，就好像刚刚编成的颜色一样，但是出土几分钟不到，那个立马见到空气阳气阳光以后，发生了碳化，最后呢，这个变成了现在的黑褐色和黄褐色，这是竹筐。还有这边有出现一个半圆节。粪泥葬礼跟葬墓篇，12年2月一次苏城的意思是当年，说呢大概推测是在汉文帝前元12年的农历2月24号这天，当时他3号墓被下葬的，并且是一个由粪叫粪的这个家臣呢，一直去核对陪葬品，然后呢去验收，最后呢他把这个结果报告给了土葬。囊中相当于报告给了主管，主管再报告总经理，一个不对。所以这个从这个时间点，就一个明白，原来汉文帝前元12年的农历2月24号这天，三皇庙被下葬，是公元前168年这一年。然后呢，包括他的父亲囊仓，最后进一步的推测是他是公元前186年下葬的，而他的母亲是公元前163年下葬的。所以的话呢，我们从这三座墓的下葬的时代，大概就明白一个道理，什么呢？我们等会去看新追夫人的遗体保存得非常完好，并且呢她的陪葬品保存得更为完好，她过着非常锦衣玉食的一个贵夫人的这种生活，但是在精神世界方面她应该是非常凄惨的一个女同志。为什么？她你看哈，她死的时候大概是50岁，那呢她儿子比她早死5年，那呢她丈夫比她早死23年，那相当于她丈夫当年跟她年纪就非常相差比较悬殊，推测逆仓的年龄应该是在50岁左右的去世的，新追夫人也是50岁左右去世的，但是他们俩相差了23岁，所以话新追夫人只有大概27岁的时候，她丈夫就走了，走了以后自己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没想到在自己45岁的时候，儿子又离她而去了，最后又过了孤苦伶仃，并且病痛折磨的这个5年的时间，她又才最后的去世。所以话在这个感情世界上面，用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成语叫鳏寡孤独，应该是很符合她的这种身份。虽然物质方面不愁，但是呢在精神世界方面这是不是比较凄惨。这里是讲呢大宝的一个叫丞相逆仓，丞相逆仓的话，那这个如果是说到了明白下个2年的时候，这个逆仓它为什么会来到这个逆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家知道呢，秦朝是不是很关键的事情？郡县制分为31个郡，对不对？那我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啊，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它为什么要改变原有的分封制？大家知道那个时代，你的通信和管理，如果在各方面是达不到那样一个水平，所以的话，最后出现的问题，社会当中的人才改革太多，当然管实际啊。这些人太有实力，太有能力了，他们反而是用来攻击那个军队，那个军事潜力，那这个能力啊非常强的时候，如果他们的部下搞到国家，那怎么办？最后的两个科技跟各种目的有最终的产生的威胁，一起来合作，但是唯独有一个说的在山东这个疫情如果唯一的一个山东的两年，当时的当时的会觉得山东，他为什么是山东？山东从历史方面来看。第一个，无论是个什么人，无论是当年秦朝的官员，秦朝末年以前，他是当朝的官员，第一方面，就是看到天下大势，没有什么眼光；第二方面，他是谁？他是淮南国尹月夫人，英布只是他的女婿，英布起兵造反，最后刘邦怎么死的？刘邦不就在平叛英布的叛乱的时候被射了箭，最后射中了以后几年以后，箭上无法给射死吗？所以话呢，英布非常厉害，但是他是他女婿，英布起兵造反以后给老丈人这边写信，老丈人说没事，你来吧，来挑战我们齐天大计，但是女婿过来立马就当时抓住了女婿，把头给砍下来，最后把头献给了刘邦。我觉得大义灭亲非常干得过，然后再一个他另外向刘邦表达一个比较方面是什么，说让刘邦的哥哥来掌管，他不是军事，刘邦老了，掌管不了，要你哥哥来掌管吧。这一次我们就看了，带着看让自己的儿子不要在我们常任的国家国内上面，回到我们老家乡亲故乡的时候，刘邦一看，哎，你们还有没有看见什么子孙万代千秋万亿的这种，这种这种军事本事，刘邦很高兴，那好，只要我们这一块的身份，我们才能去，所以他一直留到山东。但是呢，还有个另外
上往上看，特别早期的那个脸，有没有发现？在今天再往南方，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都会有大汉王朝这种江山。这个地方都是什么时候被打败的？汉武大帝的时候才完全被征服。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再看长沙国，比湖南省的面积还大，还包括了今天江西的一部分、湖北的一部分、那个贵州和广东、广西的一部分，才是当年的长沙国，比今天湖南省面积还要大，而它正好卡在当时大汉王朝最南的江山这个地方，跟当年实力更为强大的满月国以及包括当时的越南国，是一个军事缓冲的地方。所以话，刘邦不仅是说有政治表现很高兴，二方面以事实上从中央抵挡住了来自南方满月国的这样一个军事压力，所以话这是他为什么长久的原因。但是不铲除你无信的这一脉的异姓王，但是呢，后来刘邦也想啊，那万一你还是有这个造反的这种心怎么办？就两人也会跟吕后一和解啊。那好，我给你派个丞相过来吧，来辅佐你。这个丞相就当年被刘邦作为亲信中的亲信、心腹中的心腹给派到丞相，给他算作辅佐一个无信的忠厚王的。所以话呢，你看看这个丞相，他才是真正属于刘邦的心腹中的心腹，给派到哪边来的？所以话当时可能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讲，国王在很多方面的这样一个政治施政方面，都先来问问丞相你觉得怎么样？因为你不看看他这样的身份，感觉好像比你低，但是呢，他背后代表着谁过来的？所以这是二皇部的墓主人，丞相。因为老刘家的军官鸟也是从出现的，以前想着千方百计要铲除你们这一群国，最后不要我铲除你老刘老吴家，你这样没有儿子继位了。那这个现在呢，我们今天老刘家怎么会有儿子？这么传统的在一个十几个人不幸的人家都没有儿子继位长沙国的国王了，那么卖我老刘老刘是怎么过来的？这个被派过来的第一个就是当年十三岁，刚才我们说的婢女所生的那个孩子刘发过来的。最后到长沙继位的是跟太子的令王太子，就是今年这个令王刘发，因为婢女所生的孩子。但是呢，这个婢女所生的孩子，他无父无亲关系，但是那个晚上的阴差阳错生下这个孩子，就改变了历史。为什么呢？后来西汉灭亡的时候，有一个绿林军推荐的当时的皇帝叫正始帝刘玄，就是他的刘发的哥哥。刘玄大家不熟悉没关系，但是呢，你更熟悉的东汉的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他的直系子孙刘发的直系子孙。如果当年没有喝醉酒，没有宠幸婢女生下这个孩子，是不是东汉又有195年的历史就没有了？整个新汉朝才400年的一个历史，他东汉就占了一半，他的这个刘发的直系子孙就占了一半。所以话呢，这是当时那个说的。那包括到今天还有感谢我们今天的历史的原因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的全国人大委员长，第二任的国家主席是谁？赵奇，他追溯到长沙帝王刘发啊祖先。所以话，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去刘少奇的纪念馆，他们就会写上啊长沙帝王刘发啊这个祖先子孙啊。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喝酒一定是有好处的，对不对？专家认为那是你后来学的，但是依据他真正生前30多岁的这个形象，而那这个像正好43岁，他因为他去世以后，当年画上的画上的根据，当时的时候的这个画，就是你画的这个其实简单就是你就是个招魂幡，从那招魂幡上面把他那个画像给踏出来的。而招魂幡，古人为什么要做办法事以后，包括为什么要招魂幡？就古人认为啊，人的生命不仅是有肉体，还有魂和魄。他认为办今天的法事，就能让你跟肉体那个离散的这个魂和魄在空中能够看得到你这个。当时怎么说？这个就叫那个招魂幡呐，会举在竹竿上面，会办法事的时候会在这个办法事的地方会停留几天。当你飘升在空中的魂和魄看到你生前的一个画像以后，还要回到这个地方。古人认为，你的魄要跟着肉体入地，要成为地底下的那个另外一部分。另外，你的魂要飞到天上去做神仙，这才是完美的，不能留在人世间成为孤魂野鬼的。所以话呢，这次呢，在这个招魂幡上面踏出来，把真迹的一个画像。所以话呢，一个50来岁的贵妇人，穿着银器纹的非常精美的这些丝绸，小肉的驼背，并且呢，腰间还偷偷给严仲宽去锤拐棍。这是当时呢，他的那个印章和那拐棍，以及包括当时的那个出土的。那但是这个呢，我们就不重点。铜做的，我们的意思呢，它是灵气，就是说是复制件，不是说现在复制的，是生前那个他们去世。
世的时候啊，当时2000多年前给他复制的。为什么呢？因为日归的印章也是代表您的身份的地位的地位。代表就是跟咱们自身的这一样，那就属于你个人的，你是不用上下朝廷的，你是可以走了以后带着走的。新派过来，比如说当年的古人来指导工作的，并不是真正专业出身，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那最后呢，很多当时所谓指导工作的人，他呢根本什么都不懂，他最后呢把那些他认为2000多年前的丝绸上的画，是不是跟今天一样框裱技术把它给框裱起来，然后挂在哪儿最好，但是没想到最后完全给破坏。另外这两幅在湖南省博物馆也被破坏了一部分，它成了粉末状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话呢也一直被保存到这儿。另外两幅就完全给破坏掉，这个看得不清楚的话，因为丝绸上做的话看得不是特别清楚。2000多年前的木鱼器画，这里呢还有明清击鼓的乐队方阵，它呢右上方有那个车兵方阵啊，你看每一个战车前面都有四匹颜色一模一样的马拉的那个战车，那这个中间就透露出来了。当时你说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做天子啊，说天子去巡守四方的时候，因为经过秦朝的统一战争、秦朝的灭亡，以及包括楚汉之争，包括汉朝的建立，整个国家天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个战争以后，整个生产力得到很大的一个摧残。所以说刘邦得了天下以后，竟然作为天子去巡守四方，都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模一样的马。啊，这个时候你看他们去世的时候是汉文帝时期啊，经历过这个几任皇帝的休养生息，这个国家经济实力得到很大恢复，生产力包括战斗力得到很大恢复，有四匹颜色一模一样的马，那个拉着战车，最下面还有骑兵方阵，都在等待着他的检阅。这我们更加的断定，利希呢生前应该就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30岁左右的时候，当时可能是跟南越国赵佗这边的这个进行战争的时候，那给战死沙场了。所以话呢，这是三号墓的墓主人出土的一幅丝绸上的画，我也等等方方面面。那个客厅，那个左手边那个展柜里面呢，展示出来玉器、犀牛角像呀，这个都是有真的这些记录啊。但是，那不是真真正的犀牛角像呀，为什么不是真正的？他们生前一定是有一模一样的真真正正的这个物品在当他们家挂着。为什么现在目前挖掘出来不是真真正正的这些玉器、犀牛角像呀？那就发现他们埋葬的时代是什么时代？他是在汉文帝时期，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王朝叫文景之治，就是汉文帝那个时期封的国君，就他们也是那个时期。汉文帝在历史上真的比较著名，为什么呢？汉文帝在去年的陕西，那个当时的江村大墓的一个挖掘开始，确定是汉文帝的墓。汉文帝的墓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就因为历史上连到现在都满地遍地。因为汉文帝是那个名字最节俭的皇帝，他当年生前是很穷的，他说是把民间雅器不可一世，以其正式品私自传递为宝物返礼。意思就是说，我人生来了以后，我的伴侣不能是一些东西，放到里面去，这个东西还要留在人间，给后世继续享用，不要等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浪费。因为当时是请后葬，在秦朝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皇帝一登基，这密码就写了。还有一个是当时的白俄。
河南王刘长，刘长是母亲去世以后从小被吕后给养大的，大臣们就想，好不容易吕后才死，我们怎么才给大臣重掌权力，那把吕氏家族才排除，如果又一个吕后养大的孩子跑出来，那咱们怎么办？所以最后呢，想下去爹不疼娘不爱的这个代王刘恒，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俘虏，当年打仗的时候被刘邦给俘虏以后宠幸那个女俘虏，最后呢生下了孩子，从小呢都不受这个待见的，最后呢这个刘恒呢无依无靠就被推举为皇帝，天上掉下了皇位，皇冠打在他的头上，最后呢这个他从小吃尽了苦头，所以我们就讲中国历史上皇帝中间会木有，你看衣服已彩绘上去了，而当年挖掘出来的时候，你看那个衣服颜色比现在还要更为丰富和鲜艳，并且你看这些佣人中间，男同志跟女同志还有区别，你发现没？男同志是平头的为多啊，女同志有发髻的。那呢，这个呢，这是称之为我们讲的是他的地下的服务人员的，总共当年出现了有300多个这种佣人，代表他们家当时呢至少有300多个。那呢，这个是普通员工，中间还有那个总经理，总经理在哪儿呢？最中间那地方有的穿着不错的衣服，带着有旗冠的，那个呢？我们叫冠人，就是脚底的前面，前面两个汉字，后面墙上的两个冠人，戴着服饰冠的冠帽。那么那个这个，听说当时吴主和尚在唐朝，他当时申请了一个知道，原来中国人在唐朝之前风靡天下的那套的玩具是这套东西啊，从来没有出现过实物，只有马王堆汉墓出现了第一个实物。那这套东西咱们来看，它的那个右手边那个棋盘。它是根据五行之中的相生相克、生门死门来画的棋盘，到底怎么玩？今天已经不知道了，因为唐朝以后，它整个这套东西被象棋给替代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原物，连怎么玩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它里面有六黑六白，六个大的象牙棋子，每边上十个小的象牙棋子，以及包括还有40几根的算筹，就像那算筹珠和银，中间还有削刀、有刮刀，还有另外一个圆圆的东西。圆圆的东西呢，在这个墙。那圆圆的东西呢是叫做骰子，跟咱们今天骰子一样，但咱们今天骰子只有6个面，它这个骰子有18个面，1到16，16个数字和2个汉字，一个呢是左手边这个中间的圈圈里面写的骄傲的骄，右手边呢是那个妻子的妻加位置的位，那个字不知道怎么读，因为没有那个字，康熙字里面是没有这个妻子的妻加位置的位，但是我们把孔子统一的称之为叫怕老婆的这个意思啊。那呢，那个左手边骄的骄肯定是有利于你的一面，妻子妻家位置位肯定是不利于你的一面。那这套东西虽然已经失传了，从唐朝以后就被象棋给替代了，再也没有什么原物，这个马王堆出现了唯一的一个原物。那当年说这套东西啊，上至天子百官，下至老百姓，你很风靡，很风靡这套东西，就是已经跟咱们打麻将还要痴迷，并且因为他当年说呢，家里女儿出嫁呀，都有用这个东西做嫁妆的，并且呢说当年呢，说祭天的时候、祭祀的时候啊，古人认为我们人世界都这么喜欢，应该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我们的先祖，他们天上的神仙应该也很喜欢这套东西，所以咱们祭祀的时候祭台上面摆这种东西。并且说当年西汉的非常著名的一场政治叛乱，也是因为这套东西引发的，就大家非常熟悉的七国之乱。为什么汉景帝还在做那个太子的时候，跟苏侯王吴国刘王和那个刘鄙夷的儿子俩下棋，一个是皇太子，一个是呢诸侯王太子，这明显表示就是现在都是上下级的关系，这明摆着跟领导打牌，谁都知道要谁输谁赢，但是他一定那个说诸侯王的太子啊，那个刘鄙夷的儿子刘贤呢，说这应该赢，这个两个人因为棋局怎么走发生了争执，两个人打起来，皇太子就很生气啊，说你这明摆着你是就要我赢的，那你还是要争。
的声音，就顺手拿起这个戏盘砸到他堂弟头上，没想到失手把堂弟给打死了。最后呢，遗体要运回吐谷浑武国的时候，吴王很生气，在哪打死的就运回哪去啊？那呢，并且我再跟中央也不实行藩臣之礼了，我再不向你称臣了。最后汉景帝刘启正式登基做皇帝以后，几年不到的时间，他的叔叔吴王刘濞率领其他同姓的六个叔叔，立马起兵造反的，叫七国之乱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棋局所引发的，当年几年前把李保儿子给打死了，这个事儿咱们还没算。那呢，这就相当于咱们今天我们讲的说，这个因为一场麻将啊引发呢一场血案一样的这种一个的案件啊。饮食方面你看啊，这些那个本来菜品没加进美味，加进美味方面也出现了天鹅的骨架啊，出现了鱼肉连鸡蛋鱼肉等等这些的啊，那个肉呢也就是说能吃，并且还很讲究吃什么。然后我们上面有文字说到，清真夫人他们家的代表家，不仅仅是讲究食材新鲜，还讲究部位，那是最好的肉是半月的半年的肉是最好的。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个推测，什么呢？这些剩下的肉类放在里面去进行陪葬的话，会不会对它的遗体又产生另外一层保护？原因是在于当年下葬的时候，不可避免里面就有进行有空气、氧气和微生物进行腐烂的条件。但是呢，这些碎小的肉放在里面进行陪葬的时候，它先期的腐烂已经消耗掉里面仅有的一点空气和氧气，最后等到更大的人的肉体去腐烂的时候，已经没有新鲜的空气、氧气或者微生物的注入的时候，为它产生一个自然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条件，也可以算到近2000多年。这一期节目的话，最后这个呢，这个已经没有任何味道，但是这些东西你发现现在已经出现了十几年，早就已经实现了空气中心了。今年以后是什么颜色就保证颜色，如果经过任何后期的这种加工和包括那个这个复制，如果当年按照加工和复制是对我们这种破坏的颜色，是可以浇水慢慢去研制而成的。所以这些都是植物的颜色在上面一直到今天，你看2000多年来了，光亮不息，并且这个云纹啊这些都非常精美。而你在中国古代是非常稀奇的，在西汉的时期，这样的漆器啊价值相当于当时啊那个西汉的初期啊，是漆器同样一个漆器的大小，是那个价值相当于十几件青铜器的价格。就在那个年代，老百姓连青铜器都用不了，何止是用了这个漆器，所以这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用得了。并且从这个位置上面来讲，大家发现当年天子是可以用一言九鼎使用九个鼎，开了以后见到空气、氧气、阳光，并且搬动之中不可避免的抖动，最后已经完全融水了，最后只有照片保存了。但前面会有一种那个时代它不是这样的，只有达官贵人在特殊的这种环境下要去吸收。这个呢，五个戏盘，还有包括呢，这个前面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喝酒的酒杯，叫七耳杯，很像我们人的面部一样，两个耳朵伸出来。当年喝酒可能是这种的形式啊，在那个端着，那这个意思。那所以的话呢，这个是那个一升的七耳杯，这一个七耳杯啊，酒杯的那边走出去，并且据说呢叫分叉而立，所以讲的说，这话真是的，那我慢慢的往这边啊。那个土上的那个油漆更为丰富，因为这个油漆我们是采取填充的方法来进去的。你看，像塑料一样把油漆给涂上去，再去涂上去，它油漆就非常的。最早是汉朝就是这样的时候盖的，因为它不是又高又厚，发生在内的那个部分。那个壁子啊，是我们说到前些年农村还有什么地方埋的怨，那个壁子呢，它的密度非常的那个细，并且呢，当时是4.9厘米宽度的一个壁子，是这个地方，它就是人类最为人所知的。另外呢，看这个整个，最后就是叫朱府铭文，看看当地的朱府铭文这个精美的程度有多么的漂亮啊！那并且丝绸是有带。外国人呢，很愿意承认这块地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2000多年前就将南海啊
部分呢就画进我们地图里面了。这一条水呢是看我的手指的影子啊，这一条水呢就是珠江湘江，是那一条大的啊，湘江。湖南人很幸福，以前的人呢画地图呢，我们现在是上北下南了，他们那时候呢是上南下北，上南下北。然后三楼这边还有一个叫意外的咖啡，饮料还有甜品的种类都蛮多的，然后里面堂食的空间也蛮宽敞的。君信食这三个字就来自于它展品上面写的君信酒。这边桌子上面画着下半身，然后坐上去拍照就挺有意思的。也有售卖一些牛角包、咖啡，有设计一些文创的饮品，而且价格跟外面的咖啡店差不多。这个根据导引图设计的纸杯很棒，冰柜里是一些他们自己制作的这种冰镇的饮品。然后这边也有一些热的饮品。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导引图是现存最早的保健运动的工笔帛画。所谓的导引呢，就是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结合的一种医疗保健方法。这个是导引图的复制品，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已经残损很严重了。我只见过黄金类金，没有见过黄金五万金啊。所以中国古人在古生物那种断手断脚的情况下，它是怎么复原的？其实就是中医的外科。只不过我们现在很少听到一个中医院说可以做外科手术什么的，因为中医的外科基本上都是西医在操作。不是说我们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中医现在社会上的这个处境太艰难，受到西医的打压。那么进行国画的话，主要其实不是它的
湖南省博物馆的一到三层就是根据马王堆的大小去复制的，可以想见这个墓有多大，将近有20米深，而且这边底下透明的。70年代马王堆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的文物和一具古代的女尸，而且这个尸体它是湿尸，跟埃及的那种干尸是不一样的。趁在等灯光秀的时间进去里面看一下刚刚看的一些展品，现在人比较少，因为灯光秀是半小时一次。这个木拐杖意外的还挺长的，不过这些俑人怎么看上去都是没有手臂的呢？2000多年前贵夫人的生活就很精致了，有这么多的香薰用品。秀半小时一次，然后一次是4分钟左右，然后里面的话就是融入了一些墓葬里面的一些文物的一些元素进去，还是非常震撼的。
了，来湖泊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光影秀。70年代出土的时候，还对他的遗体进行了解剖。出来那边有一个小的文创纪念品商店，搜了一下湖南省博物馆文创也有天猫商店，但是有一些东西在那个网上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在这边买一些纪念品自用或送人。这个是铜方顶的行李绑带，一个45元，也不贵。还有这种文创的清洁布，可以擦电脑屏幕或者是眼镜。这边还有个邮局，买那种专门盖戳的纪念册的话，可以在这边盖戳。再往一楼出口这边走的话，还发现有另外一家文创店，比刚才那家大很多，很好逛。可是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就随便逛了一下，买了个冰箱贴就走了。这个文物的这种冰箱贴里面是可以种草的，这还蛮特别的。有两种款式可以选择，然后它里面有配那个种子。湖南省博物馆买的冰箱贴里面已经种上草了，不知道能不能发芽。好了，底下是你弄的土是吧？对，外面。城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展览，但是因为时间比较仓促，没什么时间去看，下次再过来吧。